你伫东石市场有一个真特别的地方文化，就是拼鱼人。一帮接一帮的团，把鱼仔团到定位来摆好，但是常常游客唔知影，或者鱼人去拼到，那边真正唔是故意的，请多多原谅。而游客嘛唔是故意要路过，另外那边嘛拢真小心，就惊一无细致就会去拼到游客。漳州鱼市场以打造成为台版的竹地鱼市自我崛起，经过加强行销，人气是防不让。唔，那是高价鱼真热销，白价鱼也对咧看好，业绩大举翻红。对此，伫拍卖鱼会进前，总是有一阵点点伫市场内伫咧徘徊鱼民，只看到这阵鱼民熟练的拼鱼人，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像真简单，做起来算是真无简单。鱼民也表示。就惊在拼鱼人的时阵弄到囡仔，也就是游客在受伤。这平常时啊，就拢捌在拼惯习啊，哎，训练出来的啦。你拼没事，就放好。拼惯习就对啊，啊，我足准的。好啦，一半间买四个。逐二天，啊，练到了，大家感觉足足厉害啊。哦，就你帮我拍一个影片，讲足准的，是吧？对，因那拼到每一个定位，哎，阮主任都拢好做，对，哪一个定位拢可以，会当拼足好成安尼。哎呀，啊，内底上高的是安那拼？应该上咱体力也愈好吼，啊，咧拼啊，伊个较愈拼愈会准。你这个动作嘛，不是全市每一个鱼市场拢会当看到的情景，拼鱼人也成为漳州鱼市场特有的地方文化，应该好好啊传承落去。但是请游客尽量要先开的，以免妨害着渔民做工课。同时，会当较远一寡看这个特别的拼鱼人工作特色。最新新闻，张瑞新、邓九香采访报道。